当然，同时我们这节的新闻头条，赶快带大家来聚焦。哇，为了通奸情，他要牺牲自己了吗？好，这个奸呐、是林志坚的奸。这回为什么这么说？陈明通为了护航林志坚的论文抄袭的争议，他第三度发表声明了，还说呢是自己先把林志坚的资料给了余振煌来做参考哦，来看看。陈明通7月5号，当时他第一回首度的发声明帮忙澄清，说是余振煌找他来换题目，所以呢，陈明通自己说他自己拿了林志坚的民调资料给余振煌。好，紧接着7月23号，陈明通又发了4000字的11点的声明，洋洋洒洒，当然看起来也是在力挺林志坚。好，再下来就是这个了，7月31号，2000字的9点的声明哦，他说他先修正了林志坚的论文，陈明通说他自己先修了，修完之后，然后呢，他就给了余振煌拿去参考。换句话说，你看1、2、3这三个全部都是力挺护航林志坚的一个说法，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余振煌真正的指导教授完全神隐，李碧涵人呢？人间蒸发，没有出来说任何话，不知道是不敢出来还是不想出来，总之都没有他这一方面的一个说法。好像台北市议员的王宏威就说了，陈明通你自证有罪啊，自己证明你自己有问题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说法根本是让学界瞠目结舌。他说他要向台大，他要向教育部检举你违反学术伦理。好，陈明等于说王宏威要检举陈明通有问题有罪了。好，这三声明跟三个记者会，是不是陈明通跟林志坚事后串供说好的呢？是不是要用这套说法来让林志坚安全的下庄呢？不过来看看外界怎么看，像是中研院院士呢陈培哲他就说，这根本已经是不正确的研究指导方式了啦。另外呢，中研院院士呢曾志朗也说，雷同度很高，其实就是抄袭了啦。另外呢，一头这国民党的副发言人，他也被扯出抄袭吗？林杏儿是有周刊爆料说他论文也涉嫌了抄袭，不过他反驳媒体的指控，说提告哈。当然来看的是呢，这回陈明通这样子自证己罪吗？在野党炮轰，这就叫做罪证确凿。教授，你带头违反严重学术伦理，陈明通等于承认他就是抄袭的共犯。林志坚论文抄袭争议延烧，指导教授陈明通三度发表声明，这回竟然还说是先修正林志坚的论文，再交给余振煌参考。林志坚也开记者会说自己很清白，一大一唱，让学界惊呼，陈明通等于是承认了自己也是抄袭共犯。余振煌口试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发现说跟林志坚的重叠那么多呢？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林志坚的论文里面又有参考文献是余振煌的论文，到底谁抄谁？还是这是无限循环，双方互抄？在野党也炮轰陈明通身为论文指导教授，却带头违反学术伦理。陈明通自证有罪，一个指导教授、口试委员，怎么可以把学生还未发表的论文去拿给另外一个学生来使用呢？向台大以及向教育部告发陈明通违反学术伦理。他要回避啊，指导教授要回避啊，陈明通不要为了你的官位啊作践自己，不惜违规啊。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衍生严重国安问题备受关注，但此时身为国安局长的陈明通却忙着帮自己的学生抄袭洗白。我们掌握情报的国安局长居然是在帮学生来护航，在帮学生来隔空串供，在帮学生来圆谎。民进党政府不要为了全党就一人，全政府就一人，而让整个台湾陷入了危险的地步。蓝委炮轰国安局长只忙着洗白抄袭争议，这岂不是就让全台百姓深陷在国安危机之中？记者黄义俊、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好，另外我们持续来更新林志坚的论文争议，现在越演越烈，而让市议员的王宏威决定要向教育部告发陈明通。不过林志坚还是痛批，说是在泼脏水。至于呢，林志坚阵营提到的陈明通的电邮有经过了法院的公证，到底有没有用呢？律师说，只是违法根本没用，只要是违法根本都没用。公证的行为不会使合法的法律行为变成非法。同样的，
也不会使非法的法律行为，因为经过公证就变成合法。相关的法律的争议仍然要等到法院裁判之后才会有一个结果。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了对手透过了抹黑泼脏水的方式试图想要影响这次桃园的选举。这一次来到桃园可以说是我22年来从政的这个经验里面，我觉得面临最大的一次挑战。我相当清楚桃园人对于志坚的一个期待，所以我在这20几天，我常常开玩笑，我到这个社区或到邻里去，我都说我已经转换成郑文灿模式。同时还要来关心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今天一大早到台北接受媒体人黄阳明广播节目的专访。当时呢，他被问到被网友推估柯志恩可能会大输50万票，柯志恩则表示这数据他也搞不清楚从哪来的，选举不是乱喊一个数字乱喊价就可以说服选民。他还举例呢，国民党高雄市议员还是占大多数，都有基本盘的优势。网友说我们会输50万，我不晓得他这个数据从哪里来，选举不是靠乱喊价就有办法说服选民的。那基本上我们有一些民调的一些根据，不管从过去20几年来在高雄，从中选会的资料，包括目前很多社群媒体加入的一些仇恨值，还包括一些像公投，还有一些罢韩或者是补选等等，我们有一个数据出来。但是不要忘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市议员还是占大多数，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基本盘势。所以呢，我不会随着网友目前来唱衰柯志恩到底会输多少票，我们只能是一步一脚印，非常真诚勇敢的走遍每一个地方，来证明我们是真正非常认真而且有信心打好这次的选战。所谓的联合作战一定是未来选战的一个方式，举例来说，像台北跟高雄南北连线，或者是南台湾台南跟高雄连线，谢龙介跟柯志恩来一个谢恩连线，甚至是这一次的选将当中呢，有10位是女性，那可能是以台中市长卢秀燕为首的来一个姐妹大会串。现在离选举还很远呢，我们还是以市政优先，尤其对于我们弱势的市民的一个照顾，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重点。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跟阿比一样呢？前面的人呢，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现在赶快上快点购，还有优惠抢好康哦！